大家好，你看他挖的墙嘞，叫那水管挖断了，我就买个直接去，回来找个人给修修，热融一下。你看你要叫我拿走，我都知道真是不行。这不就是今天打的？你看你拿了，我从来在那拿了，你看看便宜多了。你得多少钱？一块吧。你要不要梯子了？慢点儿。给里头看一下吗？给里头跟着了，给点硬都脱了。哦，好。你看我今儿看不拿钥匙，它慢慢秃噜着那么高了墙。好。你按一按，慢慢的。你干活给点一拧，把不就锁住了？你看，我这小兵这门呢，要就要不是我过不来一回。这井啊，跟这儿。这是俺两姐打了个井啊，打了个井，你看你不能走人家屋里，他这会儿偏有滴水啊，这么块滴水，咱看走着到边儿。这刚回来他垒起来了，咱就是撇个过道，这会儿有个小过道。是。两姐打了一个井是吧？两姐打了一个井，走了，要不得走了屋里。这他撇了针线，咱撇针线。人家当初这么点个过道，看多少井。人家我也懂了点，要不我就找买个对接。是，这是要对接。不买个这接口接不上。等它亮。那亮一会儿，哎呀，就下了。马上成功了。再说，师傅请到家，功夫没枉打，一会儿都成事儿。好歹学过两天，你只要学过弄就可得。要抽水了。一推就抽水了。你只要接住一推挂过去，该做缝的还是用这水。就连它这一说该路过去了。这井几大事，这除非他该盖房子还是用着井。好，你送来吧。就站好了。听见了，这儿怎么弄？这个会，你也弄不了。你接了？我上。
水管啊？这儿。是不是早些你给？是不是早些你没看见刺烂了呀？啥？我呀有恁大劲呢？人家挖管的时候就说一样，这么些这儿整断了。哦，对对对对，那大概整可长嘛？整这长了。看看看看，我说这会儿这管儿咋会淤嘞？远不到的，那咋弄啊？还有管吗？有管到跟今儿也接接。那还得直接嘞，我去动手再看看吧。一个直接，一个弯头。这会儿人们该家去摸前门了。这个俩吧，都有新开的俩，跟咱前面不一样。有直接有弯头。中不中？不中，我过去。中，可以。你弄了了，还得拿个面转转包好的。娘，你家点好了吧？点好了，这扎腿上试试，看漏不漏了。你让那个葫芦啊，线都断了吗？当天葫芦了吗？你扎刀？完了。你腿上没？啊？你腿上没？还腿上吗？娘。有电吗？有电呢。这多大活？那不可能啊，有电。你这又不大活了。你过来看看。哎呀，这背。那就老李了，很。这是怪名儿。咱能喝豆豆。这是需要伺候。你看看嘞。走，还要开十二处呢。好，这不是拖垫子吗？拖垫子都不拖了。你看着垫子掉了。这先头明显掉了。掉了，不就总掉惯了吧？水管，水管，
待了好，也还人喝汤粥去找我姐姐玩那会儿，他弄个姐姐的影，我跟着摘了摘，这不摘好了吗？摘。咱们蒸包子下面热，超级好吃，可是这个。也是这个鸡肝带药和就是葱烧的，这是他下错了，下的太狠了，要不知道你很猛的。轮轮轮，啊，我害怕这鸡蛋当中加的是脏洗不净，不要，你看不好洗。青菜叶儿，老婆，我是要先吃上和点面，啥都要跟着面吃。俩媳妇又搁家，小孩又搁家，我自己简单，这里都搁不住火，一搅一吃妥了。用小袋儿妥了，一吃，一个人省劲。这面搁入三分，我自己也得样样齐全，啥料还是少不了，这样子香了。这个汤面热，吃不热吃，吃多点。